家好，我是苏菲亚。五月来到了除旧布新的新阶段，在事业运势上面，处女座、双子座、双鱼座以及射手座朋友运势最旺，同时呢，狮子座跟摩羯座也不错。不过要记得，执行力才是成功的关键。在感情运势上面，金牛座跟天蝎座感情机会最好，而且有机会得到爱的承诺。另外，射手座跟水瓶座朋友在这个月呢，则是为家人、情人付出的时候，你要懂得享受牺牲奉献的快乐。最后，牡羊座、巨蟹座容易赚到事业的财富，而天秤座朋友则在这个月要帮忙家里处理财务的问题。想知道更多的苏菲亚占星运势吗？请持续锁定 LTV。